嘿，科技爱好者们，好奇什么是 ESIM 吗？让我用一种让你耳目一新的方式为你解释。ESIM 就像你熟悉的实体 SIM 卡，只不过它是数位化的。是的，不再需要摸索那些小塑胶卡片了。想象一下，您的所有账户资讯和电话号码都安全地隐藏在您的装置中，让您轻松连接到网络。ESIM 可以做到这一点，它能让您的设备拥有不止一根而是两条活动电话线，这对于处理个人和工作呼叫或为家人提供专用线路至关重要，让他们可以随时拨打电话。现在您或许会想，等等，设定起来不是很麻烦吗？再想一想吧，安装 ESIM 就像打响指一样简单。嗯，差不多了，您只需扫描电信业者提供的二维码即可开始使用，不再需要等待实体 SIM 卡或冒被窃的风险。因此，下次有人问您是否对 ESIM 趋势感到不满时，您可以像真正的 Zdrive 一样自豪地展示您的电子知识。准备好切换到 ESIM Silver 吗？如果您打算亲自体验一下，请尝试 ZSIM， 它以实惠的价格提供极快的速度，且无需承担高额漫游费。立即切换到 ZSIM， 实现无 SIM 卡化。